好中意玩，因为喺游戏之中我哋可以学到好多嘢。大大啊！我有问我。大自然系我哋最好嘅课室，我哋会一齐去冒险，一齐探索，一齐发现。我哋仲好中意大自然入边奔跑，因为可以锻炼我哋嘅身体，增强体魄，仲可以磨练我哋嘅意志添。你睇下，大自然有好多种颜色，我哋可以用想象力画出我哋嘅世界。学嘢嘅方法有好多种，我哋唔使成日留喺个课室度。在游戏中愉快地学习。你在学校最喜欢做什么啊？二尺的模。你在学校学到什么啊？就是。我喜欢陀螺的跑跑。孩子看到的世界如何，他的世界就如何。让孩子看见美好，让孩子看见希望。